任何地点的日出日落时间显示啊，通过一块机械表能显示出来，它是不是有一种机械编程的意味？什么样的机芯结构才配得上兰博基尼康塔式那个发动机的布局？腕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现在我们是在日内瓦，我们在罗杰杜比的展台。我给你讲讲这款表啊，我就不按俗套给你讲了，给你讲一这表的故事。罗杰杜比准备跟兰博基尼合作了，对吧？然后表厂的人就去兰博基尼工厂去参观，到了工厂以后呢，兰博基尼说呢，说我们现在准备把我们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传奇车型康塔式复产了。罗杰杜比说，那好啊，那我们也出了一款这个康塔式表吧，就是这个概念就产生了啊。兰博基尼说呢，这个康塔式准备用白色的，罗杰杜比说，那我们只能用白色表壳了，白色表壳用陶瓷做，像这种细节性的康塔式那种充满棱角的细节啊，罗杰杜比发现用陶瓷没法表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用一种复合材料，把这个陶瓷纤维跟那个白色的颜料搁在一起，做出一种白色的复合纤维 composite 的材质啊，就是一种复合材质。然后这个材质做出来以后，发现它老是有点发黄，兰博基尼就看了就不满意了，这怎么能可以发黄呢？罗杰杜比又开始研发了一通，把这个复合材料做得彻底的白到家了，表壳就算做成了。兰博基尼又说了，这车啊内饰也是白的，罗杰杜比不得不把这个机芯的内部哎就做白了，用的材料也是相似的技术啊。但是呢，不要被这些颜色，不要被这个外观误导啊，这款表它的专业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先问问大家，什么样的机芯结构才配得上兰博基尼康塔式那个发动机的布局？罗杰杜比给出的答案就是夹角为90度的双陀飞轮。大家知道，一个陀飞轮已经很难做了，两个陀飞轮就更难了。有夹角的陀飞轮就是难上加难。罗杰杜比为了配合兰博基尼的康塔式，他生生的做出了这种双陀飞轮的机芯。另外，虽然用材料啊设计这么的前卫，但是呢，这个机芯依然能够满足了业界的一个很高的做工标准，就是日内瓦印记。上次我们在上海探店的时候啊，无意中发现老板手上戴了一块表 Crayon， 然后很多粉丝呢对这个表很感兴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Crayon 这个品牌的设计师的工作室，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咱们先说这款表啊，上次在上海的时候没好意思摆弄，现在在这儿呢随便摆弄。这款表呢，你也知道它是什么功能了啊。很多表啊，尤其是高复杂的手表，特别娇贵。比如说你常听说在某个时段不可以调日历，某个功能不能在几点几点之内调，但是这款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随便的飞速的调它的指针啊，看看这都没问题的。这个表你觉得它是什么价位的？别着急回答啊。这款表造型非常简洁啊，还属于超薄的，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有一个天花板级的复杂功能，就是日出日落时间，就是你所在那个城市的日出日落时间它都可以显示。一说日出日落时间，很容易想到，包括我本人啊，想到什么呢？就是时间等式，也是一个很牛的复杂功能。但是我要告诉你，时间等式在这款表上只是一个输入而不是输出。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祖国的最北端漠河，它的冬季的日出非常晚，日落非常早，而在夏季呢是一个相反的状态啊，这就是对称型的差异。而在我们的南方呢，越靠近赤道呢，日出日落时间呢它跟北方呢就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差异，它的日出日落时间差距也是那种对称型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天文现象，这款表的日出日落时间就是用来描述这些现象的。这就是日出日落时间显示，大家看这个外圈的时间就是这个日出时间7点，那这个就是19点，不知道这是哪个城市的日出日落时间啊，估计是应该很靠近赤道的。不管你在哪个城市，这款表都可以准确地描述出你所在的城市的日出日落时间。那么这款表是怎么显示你所在城市或者是任何一个所在城市的日出日落时间的呢？它的表背有一个最核心的机构叫双凸轮，就是我们常说的时间等式凸轮啊，它是模拟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一个曲线而设计的，这是有一个很严谨的数学公式描述的啊。双凸轮上呢有一个涡轮涡杆机构，通过调整这个花块可以获得任何一个城市所在的纬度，再加上它对经度条件，它对日出日落的时间输出也是有影响的，这些位置是可以调整经度的，所以就是通过这个调节呢，它可以实现任何地方的日出日落时间。所以仅看外观你是看不这款表有这么一个天花板级的复杂功能的，尤其是它做的还是比较薄。但是我告诉你，在腕表业界呢，大家通常用一个很量化的指标衡量一款表的水平，就是零件数。一款3万手表，它零件数也就是300多个零件，而这款表呢，它有400多个零件，能想到吗？现在我再问问你，
这款表是什么价位。复杂功能交代完了，发烧友们肯定关心这款表的做工。据我目测的话呢，做工还是非常棒的，夹板上是有这个很独特的波纹，而且呢，我们看了这个工作室呢，得出一个结论：你能看到的地方，它做了精美的修饰啊；你看不到的地方，它也做了修饰。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出除了这个波纹以外呢，夹板倒角的手工抛光做的也很不错的，应该说是顶级做工。还记得一开始我们狂虐这款表吗？就乱转这个表针，这个主人说了啊，你随便转。这个问题它反映到机芯的齿轮精度的问题啊。大家知道，多数的腕表呢，它的机芯的齿轮间隙就是你朝一个方向拧，它很顺滑；你换了一个方向以后，就会出现一空档，这个就是齿轮间隙决定的。那有人会问了，如果我把齿轮间隙搞得更精密一点，是不是这个问题能解决呢？能解决，但同时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齿轮间隙过细的话，你可能会感觉阻力很大，阻力很大的表就不是一个手感很好的表。还有没有第三种解决方案？有，就是这款表的解决方案，它用一个很高超的工程师智慧啊，它把那个齿轮间隙做得已经非常的精密了，但是呢，它同时又能保证了一个很舒适的手感。这种高端的设计不是白来的，它的代价就是加工难度和组装难度都大。任何地点的日出日落时间显示啊，通过一块机械表能显示出来，它是不是有一种机械编程的意味。 OK， 这款表 Crayon 就先说到这里了。